你以后就会了。这个很高难度啊，只能这样讲。你以后就会了。这个很高难度啊，真的不骗你。你讲一下过程。他在天花板走嘛，然后我在天花板后面的 hatch 放 T4，然后我在前面扫，然后我就算他会经过的地方，然后就炸了。哦。我这边上面有。胶弹打掉。打掉了。哪里进的？对，好。哎呀！别乱跑啊！他看车啊，我想要打他。我打死啊！哪里？哼，这么激烈，哦吼，倒了是不是？靠，三小。